弟弟这么好，还帮哥哥说我。你跟宝宝好长得好像哦。对了，会了没？会了。有没有成功？再一次，
慢速的拍子。你没有要画乐谱？没有。就是有一两只。拜拜。还要继续吗？那你帮我画。因为有些要画错要。八分音符你会不会画？画错要打。跟这个一样，跟这前面一样。不要以为那个四十分音符。八分音符。跟这个一样。这是四分音符，八分音符。其实也有三分音符，但是三分音符。那你千万别学、啊。把结在你的耳朵上。好。在第三个间隔、太低，这样子画太低、要高一点。不对，不是在那里，在第三个间隔。这样。不是，在这里。比较。这里。来，我在这里，在这个，哎，你看喽，它在这个位置上，这里，要在这个位置上。哦。了解吗？所以要画这样四个，这样会不会？好，然后再画四个，这样会不会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请画。好，第三拍画上去。还有两杠，这里要两杠，才46分音符。要两个横杠。一二三四。嗯？有没有？看得懂。看得懂吗？嗯。我准备练习一下喽。
一首麦克最神的歌，我有吉他哎、欸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今天要打一个。麦克最神的歌。那如果很困难怎么办？不可能。不可能。你可以挑战吗？可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不然我杀了你。我摆一分